操，第二方面啊，拢对啊非常的认同。他去运除了会当来增加咱的身体健康以外，会当领悟咱儒家的思考啊，甲智慧。同时透过人本的主角体会万物生生不息的循环规律，咱太极拳吼项目真多，有太极拳、太极棒，还有太极刀、太极剑、太极伞，还有伞手。啊，今日因为时间啊，场所的限制啊，所以以太极棒啊、太极伞、太极剑的表演来展现啊，咱大家啊嘉宾来欣赏。借这机会来欢迎咱啊，咱的啊先进哈，各位楼顶就楼卡，伫咧咱啊下仔啊，有国小的中学者啊，拢啊有咧来训练，欢迎大家啊共同来参与。啊，伫咧咱舞台顶啊看袂出来吼，啊咱这干嘛吼？很主席啊，已经被九十岁，哇，非常乖。啊，你看伊的动作，啊，非常的伶俐。咱是不是用上一个掌声，再次啊来热烈一个，好不好？